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快过年了，这个诈骗集团变本加厉，而且科技犯案的花招百出，到底要如何防范？另外呢，要上街采买年货的民众也变多了，要注意哪些交通管制还有交通安全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三位守护基隆的灵魂人物，带大家来深入了解，来看看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的内容到底有哪些。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警二分局侦查队的副队长庄慧如，庄副座。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慧如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基隆市保安科我们的秘书，我们的局员，我们的张寿清。大家好。张秘书好。第三位呢是我们交通队的副队长吴志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副座好。好，要先带大家来看在我们的春节前夕，大家要采买车子一停，人就穿越马路，这样其实是很危险的。基隆市交通队特别执行这个护老专案取缔违规穿越马路的行人，还有不礼让行人的车辆。这个专案才实施六天，平均一天就有87起违规案件。快来看看。连日来的大雨，民众撑伞过马路，但这一秒。AAA 行人不走斑马线，警察看了民众违规，赶紧上前劝阻。另一头，这名老先生连伞都没撑，快步穿越马路，远景看了好担心，吹哨子示意男子也违规。明明旁边就有斑马线，但民众就是不遵守。怎么不走斑马线？我不知道，我忘记，我好久没有出来，忘记。有女子过马路不看车，被计程车撞上，整个人跌在地上。还有人穿越马路没走斑马线，被左侧机车撞了正着。统计今年到现在，我们路口行人肇事死亡的行人有六件，那这六件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跟前几年比起来确实有偏高了。前几年都是大概只有2件到3件的老人的事故而已。尤其在10月份就有3件都是老人家过马路。10月初，基隆就连续发生3起老人家过马路被撞死的意外。基隆市警察局交通队从16日起执行护老专案，针对违规穿越马路的行人以及不礼让行人的车辆加强取缔。六天来共取缔了579件，车辆不礼让行人有53件。行人违规穿越道路有526件，其中又以庙口夜市前的爱山路违规最严重。如果我们的行人没有依照标志标线号志过道路的话，闯红灯还是没有走斑马线的话，依照处罚条例78条一项的话是要罚300块。那我们车辆到路口没有礼让行人的话，是要处罚1200到3600的不等的一个罚金。所以说，还是要呼吁我们的不管是驾驶人还是我们的行人，都不要违规的行为。警方表示，开单执法只是手段，主要是希望防止悲剧发生，希望用人能够遵守交通规则。真的要遵守交通规则，这样子行的才会有保障。我们要赶快请教副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重要节日的工作执行期间，是不是有重大的执行项目要呼吁大家特别注意？过年期间第一个最重要的，大家都回家嘛，回家会聚餐，所以说酒驾的取缔可能是我们年节期间过年前后比较重要的一个工作啦。那在前几天我们酒驾也有修法了嘛，如果总统公布实施之后就可以开始在执行了。那个本来酒驾就有罚，他这次罚更重了。以前我们罚款是罚那个同车的民众了，以前是罚600到3000，现在是为了加强那个同车人的义务，现在如果一实施之后是3000到15000。哇塞。对，然后那个累犯的计算呢，也是以前是5年内算累犯，现在避免这些人会再犯，所以那个累犯的时间拉长。因为我们知道累犯在下一次再罚是加罚很多钱，比如说机车一次加罚9万，无上限的哦，第10次是加罚90万、一直加上去。对对对，机车一次18万，然后机车第二次36，第三次54，这样一直累加上去，他把那累犯的时间加长，就等于让这些有可能有饮酒前科的人，他的那个不要说刑期了，他的那个。以后可以就是占便宜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对，然后那个罚金也是提高到30万，然后那个有期徒刑从2年提高到3年，如果致人死亡还重伤的话，可以罚到300万。哇，因为我们刚好就是今年初那个高雄那个车祸嘛，高雄有一个那个有一对
一个夫妻带着小朋友四个人嘛，就被台车高速撞过去，造成一死三重伤嘛。从这个开始，我们警政署通令全国，要加强我们酒驾的取缔。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过年前后是最容易发生酒驾的这个状况，所以说我们今年在这个酒驾的取缔会比较严格。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在其他的违规不是说不取缔，我们可能会用其他的那个科技执法。譬如说我们在仁爱路口的那个桥下，从2月1号开始，因为很多车会在那违规回转嘛，那因为疫情期间可能我们也不太希望说我们跟民众比较多的接触，因为尤其像这种违规，那我们就在仁爱路口，就是我们俗称的鬼屋那边，那边有装一个那个智慧型的那个取缔，就是针对那个我们从爱路那边要左转往火车站方向。还从中一路那个桥下，就卡马丁走过去的时候，对，不可以左转，你只能直走而已。那我们那边会设那个智慧型执法的系统，从2月1号开始，电脑我们是刚才在镜头到，电脑买下亏多，在这，因为那边最常就像主持人讲，卡马丁晚上外地来我们基隆，不知道就转过去，对，因为我们基隆很多单行道，因为那边违规回转的话，可能一下就过去了，那你如果要在前面可能500公尺甚至1公里才帮他回回来，所以很多人外地人会贪图方便。还有我们一些问讲司机啦，可能有时候赶时间，有在桥下做违规回转、违规左转的动作，啊，这都是很危险，因为在住基隆就知道那个桥下那个桥墩是封闭的，整个是挡住的，你如果在那边回转是完全看不到的，等于是跟他赌运气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会利用那个科技执法的东西来做取缔，因为毕竟疫情期间我们可能也是减少同仁跟民众接触，但是比较重大像酒驾这些，我们就会持续来做取缔这样子。对，所以科技取缔，这个大家不可以左转，就千万不要再左转。另外就是酒驾的部分，这一次真的罚很重。刚刚知道是同车，你有喝酒的人一样也是罚，而且是3000到15000哦。对，这真的是蛮重的哦。好，那再来看，就是在过年期间，我们会知道这个诈骗集团其实都非常的猖獗哦。又带您来看基隆市警察局统计，光是半年内，投资诈骗这一件事情就已经破一年，而且年龄下探到20岁。的连结给手机社群软体，讯息响起，打开一看，居然是股市专家来报名牌。操作有没有在操作股票？那投资效益好不好？那接下来会教你，他会报一些名牌给。投资保证获利，让人好心动。知名投资专家邀您加入群组，其实这些专家都被诈骗集团冒用，群组内还安插了诈骗成员，怂恿民众掏钱投资。这讯息的内容大部分就是可能会给你报一些他们的代操的一些成效很好的一些名牌股票，那因为这个部分很容易就是吸引到一些相关的现在有在投资股票的这些群众。那他们丢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不是只有单纯的就是一些书面资料而已，他们甚至会请你们加入一些特定的一些群组。那这些群组他们都是有规划过的那甚至他们还有所谓的专业的老师在教学。去年受到疫情影响，民众生活都宅在家，加上台股这两年大盘表现不俗，引起了诈骗集团锁定。透过脸书 LINE 标题写着报名牌保证获利，邀民众加入投资。以基隆市为例，从今年1月到8月底，诈骗金额就超过1亿，被害年龄层从20岁到40岁都有，甚至连银行行员都被诈骗。不管是公务部门的上班的，甚至有学校上班的老师，最夸张的还有在金融机构上班的行员，连这些这么专业的人都有可能会遭骗。有一些什么获利的一些讯息的一些传递，会让你会有一点心动。那特别是我们现在有些股票有些在大涨的股票其实都已经是过去式了，但是这些人他就把过去式拿来当作是现行式，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哇，那应该是找对老师会比什么还重要，所以他们就会把一些他们原本在一些证券公司的一些相关现金把它挪过来这个诈骗集团所经营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账户底下。警方说，投资原本就一定有风险，但打着保证获利的名号就一定是诈骗。不少诈骗集团看准民众想靠投资致富，趁火打劫。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当你想要报名牌开始，就可能变成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
我觉得真的很可怕，因为这个诈骗集团真的是防不胜防，而且他的话术一直在改，而且跟着时代潮流语境。我们要赶快请教慧罗，哪些诈骗案件的案数是增加的？是增加的。好，那在农历年前呢，因为大家民众为了过年就提领很多现金在身边，那这时候呢，诈骗集团也在拼他自己的年终，所以他们会加强的那个一直在那个骗民众就对了。那我们发现最多的有几个项目，就是以全国来说增加最多的假网拍诈骗，这些网络诈骗多了很多。还有呢，这是如果说骗中高龄者会骗的是猜猜我是谁，就打电话来跟你说，那个阿姨，你还记得我是谁吗？我就是谁谁谁这样子，那跟你嘘寒问暖之后就会显出他的目的地，那这个就叫猜猜我是谁诈骗。那有一个诈骗是各年龄层突然都急剧增加的，叫假投资诈骗。那假投资诈骗呢，是因为这两年疫情的关系，那再加上我们台湾的股市这两年表现得真的很好，都上17,000-18,000这样子。那所以很多人会想说，哇，这么多的标的，那怎么办呢？有人传简讯、传 LINE 给我，那我可以试试看。那就会有人用 LINE， 你点入之后呢，就会有人说，请加入我的 LINE， 那有老师会带你教你怎么操作股票，那当然最后都是变成假投资诈骗。那这受害年龄层就是从年轻的到那个年长者都有。对，是。那我再提供一个数据，就是从我们去年以基隆市为例，一月到八月底光是假投资诈骗这一个分类这个诈骗就已经破亿了。哇，这是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代表当然不止我们基隆市增加，这个是全国都增加。好，那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加强宣导，民众千万不要相信你的简讯或者是你的 LINE 会告诉你这些投资管道、投资讯息，这些都是骗人的。是，真的都是骗人的。因为刚刚说到那个年龄下探20岁，甚至连银行行员都被骗，你就知道这个诈骗集团有多恐怖。那他们针对银发族，他们也推出一个诈骗新花招，他们以生机位可以消灾解厄的话术，鼓吹被害人来投资，结果最后当然就打水漂了。一块看看。警方来到嫌犯设置的仓库，查获大批骨灰罐以及买卖契约书等赃证物。刑事局查获以王姓与郭姓嫌犯为首的诈骗集团，以生机位诈骗话术，宣称针对活人的风水秘术众生机可以消灾解厄、祈福改运，鼓吹被害人投资后再转售获利。他们主要都是透过为上市股票补偿费换生机的方式，然后再假冒生机中介致电说有买家要买。那这个区块我们更察知到有部分是外籍人士啊，他也因为来台时间久了有参与其中啊，成为其中的共犯。那因为他持续的要求买家要购买加购产品以后才能够再获利了结，但是等到他真的跟对家完成交易之后要赎回的时候，这一批犯嫌他们就借口无法完成交易，而被害人也无法拿回他的钱。警方除了查缉王姓与郭姓等19名嫌犯到案，并查扣相关犯罪证物，以及查扣嫌犯名下价值约5,000,000元的房产一栋。初步清查被害人约30多名，招诈金额约新台币7,000,000元。本案是在从11月初到这个月，我们查知道以王姓犯嫌为首的19名犯嫌他们成立了假公司，以养套杀的传统灵骨塔诈欺的手法诈骗当事人数千万我们见时机成熟之后在2波次的扫荡当中同步逮捕通知到了19名犯嫌到案并且有查获到了200多万的现金，也向地方法院申请扣押了其中一名主嫌，他的名下价值5,000多万的不动产，全案将依诈欺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嫌犯利用民众想延年益寿的心理，翻新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千万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上当。
哎，真的，千万不要受骗上当哦。那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加强重要安全节日的维护工作中，警方也有新的创新作为。我们要赶快请教我们的张密。主持人好，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是由我们基隆市警察局保安科啊来统筹规划。那我们也是一样，跟往年一样啊，有三大治安主轴。第一个就是治安平稳、交通顺畅跟民众安心。那除了这方面以外，哈，刑大啦，我们隔壁交通队啊，他们都做了很多很好的计划。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本科呢也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做了两个特别的这个创新的计划。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做守望蜂巢计划。守望蜂巢计划就是由我们基层派出所的巡逻警力来配合我们守望相助巡守队啊。他们都是志工，然后全年365天都在协助我们警察工作的这些民众哈，还有一些年长者哈，那我们就是给他们一个好的一个机会哈，来配合我们，那就是我们现在哈，就是请各派出所提供的一些以前常常发生刑案的地方，或者是它是一个。就是可疑的场所啊，就是说的废弃工厂啊，对。那我们把这些地方哈设定好了以后，请他们去巡逻，然后照相，然后我们在我们成立的群组里面啊，按时的请他们把这个相片回传给我们，那我们就知道这些地方有没有异状。如果我们知道有异状的话，我们就马上派出我们的巡逻警力来在这些地方呢来加强。来处理巡逻或是取缔。那另外一个创新的做法就叫做交安千里眼计划。交安千里眼计划呢是也是配合我们交通队的一些交通整理的一些工作。那但是呢，我们因为我们保安科也从事也是我们整个警察局跟基隆市这个监视器的承办单位。所以说呢，我们选定五个重要派出所，这五个重要派出所呢，都有一些以其他县市有来往的那个交通重要的这些路口，我们把这些重点监视器呢，把它集中起来，把讯号收过来，交给我们的勤务指挥中心，那由勤务指挥中心在我们这个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这段期间呢，来特别的来监控这些路口。然后在这个他这个交通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动机看到这个机先来处理，然后也顺便告诉他们分局派出所，如果发现状况的时候，我们马上去疏导，然后就可以把这个交通的状况把它处理完毕。那这两个特别计划呢是创新的部分，那其实还有一些基础的一些计划都在执行。是，所以刚刚说到交安千里眼计划真的很重要，因为最近有盛传那个假车祸，大陆是叫碰瓷，那我们这边是假车祸嘛，我们一块来看看。哇，碰到这一种假车祸到底要怎么办呢？我们要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副座了。其实这个是在台中市发生的一个车祸啦。那我就觉得我们车祸在进化，那个诈骗集团在进化。以前就是那种助跑姐有没有？是跑到你前面，假装被你撞到，还是来碰瓷还是什么？他这个诈骗的这个手法，让你就算装了行车记录器都没有用，因为他是去碰你开车门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一打开车门，然后害人家跌倒。那当然是我开车门的错。歹徒就有利用这一种交通小常识呢，然后在看到有人在开车门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那个画面，伸手摸你的车门，有碰到一定有碰到。那碰到之后，你看他真的是假摔中意摔啊，那个真的，他我们一般摔的时候不会像他摔的这种漂亮，脚先着地，他因为也怕痛嘛，然后所以就都不会痛的这样摔。那如果我们正常开车门，害人家跌倒。民众拿个3-5千和解，我们都会觉得很开心啊！才3-5千，人家跌成这样，车也坏了，然后人也受伤了啊！好死不死，这个因为他太常诈骗了，这个民众就觉得怪怪的，我明明就
就没有 A 到他的感觉啊，那就报案。报案之后发现说这个。这个情形，光有报案在台中市就十几件了，是光是有报案，你看他两个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对，他两个都是同一个人，就是你看在大台中市地区啊，包括彰化那边就有报案就十几件了，所以如何预防假车祸？第一个，车上一定要装行车影像记录器，虽然这种类型的假车我没办法防，可是有很多其他类型的假车我可以防，再加上有时候可以做好事，就像这个假车为什么被发现，就是旁边的行车影像记录器提供出来的嘛。那这个是也是另类做好事，有时候看到车祸现场，我们可以把它就是还原一下，或者是提供给警方，给两个当事人，作为两个当事人的车祸厘清原因的一个依据嘛。就像刚才说的，交弯千里眼计划，这也是其中一块。第一个一定要记得，拜托大家最好是前后都装啊，更好，那就更可以厘清。要记得装。对，一定要装起来。第二个，碰到车祸就是报案。就报案，不要说。他为什么会被抓到？就是因为哇，一捞王小明，一个月内十三件，通通都是被开车门撞到，这个比雷打到的几率还小啊。对啊，这个就很合理的，因为我们法院在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罪，是要以那个合乎逻辑性，一般人的正常人的观念，看是不是合乎伦理法则啊、经验法则这样子，就说怎么可能一个人十三次，通通都是被开车门弄到？这就不合理嘛！他每次受伤的都是同一台车，受伤的部位也通通是右脚跟右手，怎么可能你的右手连续跌十三次呢？然后都是小伤，这就不符合那个嘛。那再加上我们民众提供的行车影像记录器画面，这种是假摔嘛，然后就造成说，我们日后再处理这个就会比较方便。我们基隆市以前发生过一件，因为我们跟双北是连在一起的，就一件蛮奇怪的车祸，那我们一查，我们跟双北记录查一查，三十几件。也都是类似的嘛，对。他另外一种，就是因为他可能车祸的方式会做很多，可是一个人在短短的半年之内出了三十几次车祸，哇塞，这个就很夸张。有报案的哦，是有报案的，所以说建议大家民众就是当然开车一定要小心啦，装个行车记录器以外，记得出车祸报案，我们警方会帮大家做后续的那个责任厘清。对，好，那说到这一个，真的大家要特别注意之外呢，当然我们的交通管制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要采买年货了嘛，那要请教吴副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管制的交通路段还有时间。我们过年期间年货大街的管制大概都是在我们传统市场、仁爱市场、新义市场、南新市场跟安乐市场这几个大市场嘛。那管制的时间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就是民众采买年货的时间，会有禁止车辆进入的，大概就只有仁爱市场那个路段。仁爱市场的我们那个仁四跟爱二路段这边，因为那个仁爱市场旁边路很小嘛，那旁边的那个中山桥又在改建，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因为避免太大量的人车进入，所以我们会在人车到达一定数量的时候，我们八点可能，如果是没有人，我们可能先不管制。人开始多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封起来，不给车进去，只给人行走。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我们民众很喜欢去市场旁边载人，如果车一进去，哇，大家就卡死。所以我们近几年做法，我们在人在市场那附近，我们就是在除夕前两天的8点到下午5点，除夕当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2点，这个我们会去做那个封闭的管制。啊，其他路边有一些停车格，其他各个传统市场路边有一些停车格，我们禁止你停放。你放心，不用知道在哪里，因为我们用交通队把它围起来，你也不用去背在哪边，在哪边，在哪边，那第几格第几格，你自己在看，你直接看就知道了。对对，看这个围起来就是不给你，为什么？因为也是怕刚刚那个状况，我在这边载个人啊，我在这边放个东西，会变得大家都在那边乱停，就变得没有办法进去。那这个部分的话，一定要呼吁我们市民配合我们警方来做一个交通疏导的工作。我们不是要限制你，我们是要让大多数人都可以走。要说啊，为什么围起来我都不能走？不是围你，是希望车不要进去，因为那边上下货的人已经很多了，买东西已经，甚至仁爱市场都常常，仁爱市场跟新义市场常常都走到马路中间来的状况了，所以我们避免说一些小的擦撞、一些小的车祸出现。这几年的管制，我相信如果长期在采买年货的人应该会知道，但是我要更建议大家提早出门去买了，不要前两天再去买，不然都是人，而且其实前一两天真的会贵一点。对对对，所以希望大家配合我们的疏导啊，我们所有疏导你不用背，你只要知道警察会帮你管制，那你配合我们一下。对，就是大家不要大小声，过年期间大家开心一点，他不要说什么啊，有问题我们警察一定会帮你服务，我们不会特别去管制谁管制谁，我们是要希望大家都很顺畅。对。
对，我们就是要配合警方啊。当然啊，警方给提醒就要特别的注意，因为现在直接围起来，大家就很方便，一看到哦就知道管制。但就是配合警方就对，大家都可以行得很顺畅。那另外要带大家来看哦，就是过完年、过年前、过完年后，大家可能会要上网找工作，要带大家来看，有基隆有一名黄姓男子收到一封求财信，联系上公司，就这公司跟他说，你只要点一个赞就可以赚30块，真的是这样吗？一块来看看。投资10000块可以赚12000。洋洋洒洒的对话记录，许多人贴出了高达6000-7000元甚至20000元收款记录，目的是要取信于人。基隆一名男子日前在网络上求职，却收到简讯回复，要求他加入 LINE 群组，并到 IG 按赞就可以收到酬金，同时有看到其他人收款记录。这时诈骗集团又要求男子到投资网站上注册，男子见到获利，直接投注了30万，却遭到对方已读不回。哦，像这一种哦，像这种，他就常常会传一个一般的简讯，哦，那会让你来加入 LINE， 哦，那一旦你加入 LINE 之后，他就有一个相关的群组，那这个群组其实他就是诈骗哦所设定的一个相关群组，它里面会有一些哦可能会欺骗你啊，哦，说现在已经高获利，已经获利到哪边了，哦，那你不要信以为真，就真的是，这其实都是他们内部人都是在搞鬼的，哦，那希望一般民众哦不要轻易的去跟陌生人去加入 LINE 的群组。诈骗集团设立群组，不时更新资讯，也没忘记提醒团员要随时记得查看群组讯息。近期在社群媒体上常出现像点赞专员这样职缺，警方说这是新型的线上打工诈骗。现在遇到说有那种诈骗行为，或是要骗点阅率，说有会有钱金钱方面的那个，基本上那都是诈骗的，所以说我不会去相信那个，甚至去点阅。随着民众防诈观念逐渐抬头，诈骗手法也变得五花八门，民众在网上求职可要放亮双眼。就可以看到这个诈骗集团的手法真的是防不胜防，我们要赶快请教我们的慧茹，教民众几招来防诈的方法。好的，那在谈防诈的方法之前，我们先来知道说那个有哪些管道通常是我们民众最容易接触到诈骗。第一个就是网络，那网络的话，我们当我们使用手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连接到 FB 上面也有很多的假投资网站的陷阱。好，那再来就是在FB 上面或者是一般的购物网拍，那这些会有一些购物上面的陷阱。好，那再来就是简讯连结告诉你说，哈，我们现在已经有老师带领下，那已经获利了几%。那有些人呢想说，哎，这样子，这样短时间内可以获取这么多的钱，哎，这好像有机可乘哦，蛮好的，哦。然后就会点进去看看，看看说这是怎么样，有哪些老师来带操作啊，带操作绩效这样。那然后他们点进去之后，发现说这都是一个可能高达2000-3000人的群组，那里面其实很多都潜伏的，就是一些被害人也有，那也有可能是他们诈骗集团那个自己渗透在里面的暗装，然后不时就会提供说，哎，我已经赚了多少钱，贴出来，把单都贴出来，这样，那其实都是一个诈骗的手法。好，那还有就是一般的市话，那一般的市话受害的对象通常都是我们的高龄长者。好，那他接到电话就是说，哎，你家的中华电信费用还没缴，或者是说哈，你儿子女儿啊，哈，那因为涉及那个。买卖毒品黑吃黑，所以现在我们要那个要给他剁手剁脚了，你要不要拿30万来赎他这样子？那这个都诈骗实在太多了。那所以呢，当我们面对这么多各式各样的诈骗陷阱的时候，必须提醒民众，第一个，你的心理素质一定要很强，因为其实我每天接收这么多样的一个诈骗的资讯，我们电视也在讲，网络也在讲，好，那正面的宣导真的很多，那希望就是民众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如果当你接到这样的诈骗的时候，不要慌张，那还有就是说，千万不要有投机的心态，说，哎，觉得可以投注小钱就可以赚大钱，通常这样子都会被卷，
都会被诈骗集团卷走大笔钱财。那再来就是我们有那个165反诈骗专线，如果你接到这样子的电话，诈骗的电话，很明显你觉得这就是诈骗的话，你可以打165，让通报我们165的系统，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列为高风险电话这样子。那我们呢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动作？因为我们有跟那个一个国内知名的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软体叫做 Who's Call 合作。那使用只要你手机无论任何厂牌的手机，那下载这一个 Who's Call 的话是免费的，那就可以，他可以帮你过滤来电，说，这是什么样的电话？这一通电话是投资，对，是投资电话，还是那个鼓吹什么？我有接过那个一接就挂那种。对，一接就挂电话，还有这个或者是一般正常的机关、公家机关或者私人的那个公司，也都会显示出来，可以帮你过滤来电过滤显示。那当然还有说，如果诈骗电话，他就会帮你标注说这是高风险的电话。那我们在接到电话之前，一看到这样子的提醒，我们就会有多一份小心。这是劝大家一定要去下载这一个 Who's Call， 真的非常的好用哈。还有，再奉劝各位，网路上如果有一些明显的那个价格啊，与市价落差太大，落差差不多打到5折以下的，那真的全部都是假的。这样子的网路购物诈骗真的很多，网拍也有 ，FB 也有那还有一些知名的一些那个就是电商，那可能出的也是假货这样。所以我们大家真的是防不胜防，要当心要小心，网购也有一定的风险。我们其实都会劝大家说尽量在实体店面买。那不过网购是一个现代人嘛，对，就是一个趋势，大家都忙想说那上网点一点就可以收到东西，其实蛮好的。那所以但是相对的它风险也高，所以希望说大家能够小心再小心这样子。那刚才说的很好，真的要非常的小心，然后切忌投机哦。然后刚才说网络的部分，所以要带大家来看刑事局破获以庄姓嫌犯为首的诈骗集团。他们呢是以赌博网站十赌九输，但是就会让你赢资，让你信以为真，但他真的是诈骗集团。你快来看看。警方兵分多路来到博弈网站提供服务的科技公司据点，查获大批现金以及电脑主机等赃证物。刑事局破获以庄姓嫌犯为首的诈骗集团，涉嫌在国外架设赌博网站，再分别由国内的管理人员进行任务分工招揽客人。他们现在境外设立一个母公司之后，分别由财务、运维、人事及客服，然后他透过客服来招揽客人之后，让客人在线上博弈，完成整个对赌的动作。但是如果民众下注，他又故意不出金，所以导致部分的民众确认说他遭受到诈骗集团的青睐之后，所以我们在第二波顺利将这些犯嫌一起跟他查获到。警方发现网站中各类博弈游戏头奖中奖几率只有0.2%到1%，且附带严苛的触发条件，不单让被害人十赌九输，甚至以拒绝出金的方式诈骗被害人，出估超过30多人遭诈，被骗金额超过100万元。他们利用后台管理的优势，特别调控出金率降低到1%到0.2%，甚至于在出金的要件下，还特别会预定有特定的条件才能够出金，导致虽然在这么低的一个出金率的状况下，偶尔有碰触到大奖的被害民众，也不得其门兑换到这个案件的奖金。本局在分析了解到犯嫌他们所藏匿的地点之后，在上周同步在台北跟台中执行拘搜，顺利逮捕到了34位的犯嫌到案，同时现场查获了960余万的现金，以及冻结了600多万余元的资金的流量，以及后台伺服器以及所有犯罪用的工具。
警方表示，年关将近，民众手头资金充沛，切勿沉迷赌博，妄想以小博大，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呼吁民众如发现不法赌博情形，务必向警方检举。欸、真的、欸、就是大家不要有投机取巧的心态，那这样真的很就是很大的不会被受骗上当。那我们看到警方破案真的很辛苦，第一线的员警都非常的辛劳、哦、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张秘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第一线的基层员警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关怀措施？对基层员警的关怀，从警政署长官到本市的局长，还有我们基隆市的大家长市长都非常的关心哈、哦。那因为春节是我们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当然也是我们警察最重要的工作项目之一哈，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工作来做好，那所以说大家就非常的辛劳。那就在今天晚上哈，市长跟议长还率领的那个警友会还有其他单位，我们就要来做一个联合慰问哈，有颁发一个慰问品，那一个每一个执勤员警就可以领到一个小红包。那除了这个以外，警政署还有我们局长都要求说，今年年假是9天，那要求我们各基层派出所所长，还有我们基层的外勤单位的主管，对我们每一位员警呢，至少都安排4天年假，就是等于说分阶段来放假，让大家都能够在这一段春节期间呢，都有返家跟自己家人相聚的日子啊，免得说有些因为离家蛮远的这些工作同仁啊，他没有这个机会跟回到家人跟大家团聚，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啊都有考虑到啊对员警的关怀。那还有很多分局啊是很温馨的啊，他们会送热餐啊，有一些个别的送热餐。那还有送姜茶的这种单位都有，所以说对基层员警的关怀啊，我们是非常重视的。是，所以就是要好好的谢谢我们这辛苦的第一线基层工作人员。刚刚一讲，我觉得还蛮贴心的，就是连着放假4天以上，哎，最少了，最少要有4天，那让大家可以好好回去过个年。那说到回去过年哦，很多民众就是往返嘛，要回到家乡，会利用高速公路。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志全副座，哎，我们基隆市还有对外的连续交通，哪几个路段是最容易堵塞的呢？其实，我们基隆市最容易堵就是我们那个基金路段到万里那一段，对啊，那大概如果是白天的往万里，晚上万里回来的，这个是在连假期间，大概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2-3点是往万里会堵嘛，下午4点之后是回基隆这边会堵嘛，那有时候甚至会堵到台62上面去。那市区的话，大概是就是我们的庙口周遭三大停车场这个部分是最容易堵塞，只要一有人车进来，大概这些，那再加上我们最近一些特定的彩色屋啊，还是朝境公园那边，就是热门景点。对，热门景点，这个堵不堵车，其实看天气，真的是看天气。下雨就不堵了。对，下雨就不堵了。那只要不下雨的话，大家就塞爆了。是要看一下我们 Google Map， 其实我们现在手机很方便，你 Google 一下说我要到万里，它如果整条是红的，那我就建议你不要出去。不要去了。它如果是整个是蓝的，骑摩托车可以吗？骑摩托车也可以，但是这么冷，冬天真的是太冷，不建议大家这样，而且人多车多，再加上疫情，其实我会比较建议说，如果非不必要的地方不要去，因为现在毕竟还是疫情期间了，那我们大家可能在家里面跟家里面的人，那种比较多人聚集的场所，我尽量不要去了。但是要去的话，真的是我们科技的东西是可以来查的。我现在我出门都是看 Google 啊，红色的，看哪一个路段红的就不要走那一段。这样甚至会比较 OK 一点。那我们基隆是这一端是没有高承载的，如果要返乡的要往中南部跑，一定要注意很多路段都有高承载，你上不去哦，我就被我要上去他不给我上去啊，因为我们可能在基隆习惯，我们基隆因为我们是高速公路的头，所以我们没有做高承载管制，但是中间很多路段通通都是有高承载管制，4个人才可以开高承，对，3个或4个，所以你真的要有时候出门的时候要查一下资讯，不然到时候你上不了路，你会很生气，因为你要在这边绕的时候里面都有塞车，就会很麻烦了。对，所以要提醒大家多注意了。像我们的基金路段9点到下午3点，其实是很容易塞车的。那另外就是台62线。
线也要注意一下。总之就是出门的时候那个 APP 打开看一下，红的就尽量不要过去，或者是绕路远行，这样对自己来说就是非常的方便。那当然年关将近嘛，金融机构及超商 ATM 的提款数量也是增加了，就容易成为歹徒觊觎的抢目标。警察局各分局他们都会举办这个防抢演练，将知名影集纸房子搬上真实的场景，我们一块来看看哦，他们远景假扮成抢匪的真实情况。头戴面具的抢匪在大雨中持枪进入超商，随后挟持正在补钞的保全。你好，不好意思，我这边是三号坑路一二九号的 Seven 深瑞，我们现在有抢案，麻烦找到派人过来处理。超商店员趁抢匪不注意，赶紧报警。警方到达现场，抢匪竟然挟持店员，和警方对峙中。警方利用防护型喷雾剂喷向歹徒，随后利用优势警力压制歹徒。原来这是警方春安防抢演练。第二分局突发奇想，模仿超夯西班牙影集《纸房子》，犯罪集团达利服装真实演出。为让民众安心过好年，针对辖区特性规划防抢演练，以强化超商、金融机构以及各类卖场自我防护意识，并借由此演练宣导警政署推行的视讯报案 APP， 除了简化报案程序以外，并让警方能够精准迅速地抵达报案位置。同样的流行韩剧，由于游戏当中的红衣人变成了抢匪，闯入银行持枪威胁行员交出钱财，还好行员机警报案，与赶到现场的远警合力制服歹徒，并成功的拦截围捕到另一名抢匪。还好只是警方的防抢演练，不管是电影角色出场还是韩剧流行人物上场，都让民众看得目瞪口呆，逼真程度让民众印象深刻。真的让人印象很深刻。刚才跟慧如讨论一下，现在是我们信六所的副所长拍的，真的很厉害耶。好，那我们要请慧如跟大家分享一下，警方其实有很多的方式来阻止这样的恶行发生。是的，那因为要过年了嘛，所以有两处哈，我们会特别的加强，就是金融机构哈，因为满满的现金流哈，那还有超商呢，超商我们因为之前有一些台湾其他地方有一些案件，那就是抢超商这样的情形，所以呢，现在所以我们就有这样子的超商防抢演练及金融机构防抢演练。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希望说，透过我们警方这样子的透过模拟演练的方式，让他们有这个机制反应，说知道说，如果当抢案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应变。那同时也是教育我们的员警说，这样子遇到歹徒的时候，我们如何最快用最快的速度，用优势的警力，以后快速的将歹徒给制服。对，那针对金融机构呢，我们有一些措施哈，特别是在我们过年的前三天及过年的后一天哈，我们预估这段时间可能银行哈会银行的人去银行做提领钱的人会特别多，所以我们这几天呢会特别加强金融机构的巡守勤务，所以就是见警率会特别高哈。那好，就是我们希望说民众这时候可以安心提领钱，也做对歹徒做一个喝止的动作。我们这个时间警方有在加强警力哦，那不要有侥幸的心态，觉得可以抢了银行这样。我记得以前是不是如果你领的现金超过多少，可以申请警方的户钞？现在依然都还有这样子的服务，对。那超过多少？超过多少？这没有，这当然没有一定的金额。那如果说你觉得有需要，你觉得有需要的话，随时都可以向警方申请，那我们绝对是很乐意的这样子。哇，好贴心哦。对。不过现在大家其实很快就是直接银行汇过去，对，直接银行汇款。那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仪式，譬如说有一些商店，他必须要发一些现金给员工，那直接发年终嘛，那老板这样，他可能需要领一些钱的话，那
会，我们建议如果真的你认为说比较大额，那你又要搭计程车或搭公车的话，没关系，那我们可以向警方申请互抄，那我们都很乐意为大家服务。是，真的好贴心，有互抄服务，所以要请民众注意哦。如果有需要的话，记得要来申请。那当然，春节假期不少游客会到基隆来观光，吸引大批的车潮及人潮。春节前后有哪些交通的管制措施呢？我们要请智权副座来跟大家分享。在这部分呢，我们春节期间的管制是会针对各大风景区、观光景点，因为我刚刚就讲过了嘛，疫情期间，如果大家不怕的话，可能会往庙口跑；如果会担心就是传染的问题的话，可能会想彩色屋啊、朝庆公园啊、前镇湖这边去做那个。那如果大家这想法应该都是一样的啦，大家觉得很危险，就会往另外一边跑。可能不是庙口都是人，就是观光地区都是。我们会视状况去做一个那个弹性的那个交通管制措施啦。譬如说，我们会如果那种像朝庆公园还是那个前镇湖那边，如果车位满了，我们可能就会管制车流不给他进去。我们这个会比较弹性一点，因为如果太强硬的话，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个状况，之前那个有发生过，就是那个下大雨，然后冬天的时候寒流来了，结果警察比民众还多，真的有发生过这种，所以我们会做个弹性的管制，我们看天气的状况、车流、人流的状况去做管制，还是要请大家就是尽量配合我们啦啊！但是那个就像我们那个庙口前头那边都有那个十连支那个嘛，就是还是有在刷这个，什么东西我们都会以民众的那个安全跟顺畅为目的，就是请大家在我们管制的时候配合我们一下，因为像我们的停车场有没有？有时候真的已经满了，叫你去外面停，真的不是故意的。每次就很多外地的民众跟我们在吵架，为什么不能停？我为什么不能排？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啊，你为什么不能？我们不是不给你排，你排了后面的公司就进不来了。像那个东岸停车场那边嘛，你知道一排队就会阻碍那公车的进行嘛。像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会视状况去做弹性的管制。它不会特别硬性的是说哪边管制哪边管制，但是就是说以人流车流还有天气状况，我们来做一个通盘的来做一个管制这样子，对，避免节省浪费警力啦，对啊，对对对，所以警方现在也就是非常的聪明，就是看哪边人潮多就往哪边来管制，这也是最好的科技执法，也算是科技执法的一环嘛。那当然就是说到过年，说到过年大家都会聚在一起或者是出游，那家里没有人的话，其实宵小是很容易入侵的。我们要请教慧如副座，是不是有很多的防范措施要教导大家呢？确实哈，那个防窃真的很重要，特别是在春节期间哈，大家可能南来北往拜访朋友，或者是返回那个老家过年这样子，那可能原本住的房子哈，会有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在，那要如何防范呢？第一个哈，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把你的钥匙哈，就是放在地垫下哦，或者是放在旁边的盆栽，那或者是放在门沿哈，这个你想得到，歹徒也都想得到，这个地点是千万不好的。那其实我们可以建议说，你可以放在附近的朋友邻近的友人家，或者是如果说跟邻居交好的话，那其实可以请邻居帮忙看管一下、看顾一下说，家里的情况啊，帮忙我们台语说呀子嘞这样子。那还有就是你平常如果说有订阅的一些报纸、羊奶啊、杂志啊，记得赶快停掉。那其实我们有时候可以观察说，这户有没有人在住的时候，我们看他的信箱就知道。那你知道，歹徒也都知道，所以我们，怎么讲？就是我们希望民众要多一分警惕的心呐。那还有就是出门的话，建议把所有的窗帘都关上，让歹徒无法从门外就直接窥视门内，说这户确实就没有人在住啊，那我们就可以进去里面偷取东西。那如果家里呢，你本身有装有保全系统的话，记得不要关闭哦，要持续的在使用，持续的开启。那保全公司，其实外面有装设，像一些商店什么的，它商店或者是一些住家，它有装保全设施的话，相对的它也比较不容易遭小偷，这是确实的。那我们希望说哈，那个民众还有一些民众也很妙哦，他会在出门的时候就会在门上贴说主人外出，有事情打什么电话，这样的行为千万不可哈，千万不要。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民众出去前哈，要把那个你的就是家里的一切都先布置好了以后哈，在
希望你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这样子。对，哎，真的，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其实现在宵小真的很恐怖哎。我记得我们有同事，他就住一楼，他说他在家，然后他转个身，他包包不见了，因为歹徒从一楼这样翻墙进来，把他们家门打开，然后把包拿走，然后他们都还不晓得。后来去调监视器，还好他们有装监视器，才发现真的有宵小这样进。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真的要非常的小心。是的。那我们说到这个过年嘛，那诈骗集团真的是防不胜防，要带大家来看一个诈骗集团警方是如何来破获。他们有录了一致一个线上笔录一词向民众来进行诈骗，警方完实的来呈现，一块看看。警官在跟你说，我们警方办案都有一定的程序，你本人先跟我们报案，他有权利去立案调查，那报案结束后才会寄发这个报案的三联单给你。今年的三月起就没有所谓的报案三联单吗？对，那今天我刚刚是不是跟你说过了，是还好这个户政单位的行员他有及时的阻止，不然，对，不然如果你的证件啊被这个歹徒或是有心人士盗办出来，有可能啊拿着你的伪造证件做很多违法的事情。休蛋积累，你不也正在做违法的事情吗？为了维护你民众的权利，我待会呢会帮你制作一个笔录，这样你了解吗？做笔录啊，就是跟你做一个线上的录音笔录。等一下，目前我们还是以现场制作笔录为主哦。那我依照法定的程序要告诉你，你必须配合啊，就是在做笔录的过程中采用全程录音的，录音的当中不能有第三者的声音。对，一旦有第三者的声音出现，会被认为是背后有人在指导你，在做一个假的投供。对对对，就是不能有第三者的声音啊，会影响到这个录音的真实性的问题，那也会被视同无效。对，所以你目前是一个人在店里就对了。对对。对，现在先把店锁起来。把店锁起来。你先把店门先锁起来，那有人要来找你，他会敲门嘛？我就关掉录音。啊，我关了，我关了。店门你锁起来了，是不是？好，第二点啊，你自己本身有在使用手机上的通讯软体吗？像是 LINE 啊 FB。 有你有在使用 LINE 是不是？对。好，因为我会这样问啊，是因为现在科技比较发达，有一些歹徒啊，他会利用手机上的通讯软体像是 LINE 啊来寄发一些不明的讯息，骗你们民众去点里面的网址。那如果你们有点到里面的网址啊，你们手机中毒，个人资料就会外泄，你了解吗？我们这边感谢诈骗集团忙碌之余，还帮忙宣导反诈骗。对，所以警官，我当然会请我们电信科的同事帮你手机做一个侦测，看看在你手机关机的状况下，会不会有第三方的讯号源发生。对，原来是为了要叫你把手机关机铺的梗啦。来，你现在先配合警方把这个手机进行关机。关机啊！我现在把手机关机的。对，你把的笔录制作好之后再开机。我们先来测试一下你的手机有没有中毒的可能，你了解吗？嗯，那我就关了就好哈，我关了就没事了哈。你关机，然后放在旁边，你先充上电源。充上电源？啊，我有电源，我为什么要充上电源？因为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电源。电源，电源，到处都是电源。所以现在，请你把手机关机，然后充上电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诈骗集团居然自己还教民众如何反诈骗，但最后还是被大家给识破。我们要赶快把时间交给慧茹。那诈骗集团呢，他的话术真的是霸霸款哈，那会教你像刚刚的影片这样子，有点似是而非，哎，好像是真的又好像是假的。当你不确定的时候，就是给他挂电话，挂电话就对了，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哈，没什么不好意思。我们通常一看到哦这些哦开始要鼓吹你投资，鼓吹你贷款，这有可能都是诈骗哦。那我们接到测试电话有没有被监听？讲这些的话哈，讲这些电话，你觉得哎应该是诈骗，就是勇敢的给他挂掉，不要再去理会他那些话术，因为有时候他会还会变换角色，有时候一下子他扮演警察，一下扮演检察官，一下子在扮演那个法院的书记官，这样子很多人吼，就是因为他诈骗集团这样多方的角色扮演，然后又就是再加以他一些话术，那再加上民众对法律的不是很了解的话，很容易就这样子被诈骗集团洗脑，而傻傻的就把钱提出来，或者是用转账的方式交给诈骗集团。
对，所以我们要我们呼吁民众哈，接到这类的电话挂掉就对了，不要不好意思，也不用觉得那个哦，我好像这样做很没有礼貌。所以记得哦，只要接到电话觉得怪怪的，反正你就给他挂就对，不要再理他了。好，那当然我们要看到疫情期间嘛，在重大节日的安全维护工作上，其实警方有不一样的做法。我们还要请教张秘书，有关于疫情的这个处理，好，我们警方还是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给我们的指导，但是我们基隆市警方呢，为了要保障大家疫情的安全。我们保安科还是会规划对那个人群聚集的，比如说 KTV 啦，还有一些特种营业场所，我们会实施扩大临检。在这个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的期间，我们还是会规划扩大临检。但是我们要执行这扩大临检的时候，我们也是会要求我们保护员警自身的安全。我们本身要携带的装备，好，要应该要注意的这个防疫措施，我们都会注意。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先保护自己，我们才可以保护民众。哦，所以呢，就是还是要先保护好自己嘛。那在疫情期间，保护好自己，这是最重要的哦。那我们剩时间剩最后两分钟，我们要先请志全副座来跟大家宣导一下。其实，在过年期间，大家最注意的是什么？我们刚刚节目中就讲过嘛，过年期间我们交通的部分的话，可能最大的就是在酒驾了，因为过年大家一定会回家团聚，或者是跟朋友、三五好友啊聚集在一起，难免会喝个小酒。那酒驾，我们修法也过了，提高罚锾，同车的人的罚锾也提高，刑度也提高，什么都提高。除了这个以外，跟大家讲，不是罚钱的问题，你如果撞到人怎么办？我们是没有办法。我有时候在外面跟人家宣导的时候，我们连一根小手指头把它撞断都没有办法把它伸回去。更何况是把一个活生人撞死，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一定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第二个，宿醉的问题，很多人以为我今天没喝酒，可是你昨天晚上喝了。我们最近在那个酒驾专班里面，我去上课，他们里面有20%的人是早上被我们抓到的，就是宿醉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也要提醒大家，除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隔天如果要开车出门，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好避免遗憾的事情发生。是，慧茹一句话呼吁一下。好，因为现在诈骗真的很多，那希望大家不要贪心，要当心。如果接到诈骗电话的话，勇敢给他挂掉就对了。那建议下载 Who's Call 这一个手机软体，谢谢。要当心，千万不要贪心。防疫的部分我们这边也要呼吁，就是说，因为这段期间有很多人从国外或者中国大陆地区返家哈，在隔离当中，请务必遵守防疫措施哈。因为我们的员警哈会配合基隆市卫生局跟中央的规定，对这些在居家隔离的对象哈，我们会有一些查的工作，希望大家都能够配合。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三位来宾带我们了解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的工作内容，祝福大家虎年呢都平平安安，我们下次见喽，拜拜。